是新竹的城隍庙，庙前的美食啊超级多的。人家说啊，来到这里一定要过五关，过五关是什么呢？就是挑战庙前的五种美食。新竹城隍庙最有名的小吃有哪些呢？新竹肉丸很特别哦，它里面的肉啊都是红糟肉，肉丸啊印有不同的图形，老板说不同图形代表不同的口味哦。出名的还有新竹米粉和贡丸，新竹啊因为风大特别适合晒米粉，所以米粉特别出名哦。这里呢还有不同口味的新竹贡丸，从前的人啊做贡丸要用木棒锤击肉块，台语为拱，因而称为贡丸。除了传统的贡丸汤，连爆浆大贡丸都出现了哦。这里的小吃摊从百年老店到半百年老店都有，各有各的拥护者，看到有人排队的小吃摊啊，跟着排就能吃到好滋味哦。